大家今天来到这个河岸留言哦。Yes。那今天呢非常特别，虽然说现在台上看到的都是男生，其实今天呢，非常重要的有一位这个色艺双全的才女啊，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面。好的，听完一首我们这个2013的新专辑《Love Lemonade》之后呢，再带来第二首歌曲。
在爱情中愚蠢，你在生活里聪明，你说你舍不得捕捉到的记忆，可是什么也由不得你接下来要带来什么好听的歌曲呢？好好照顾自己。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对，因为把自己照顾好，才有能力照顾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听着你喜欢的音乐，想想你正在做什么，虽然我没有参与你的生活，想你的感觉已萦绕着我。在一段感情结束以后，你依然照往常工作，说好了我们要常常保持联络，是你却有些些懒惰，希望你会好好照顾自己，别让我太担心，别再为难自己，快出去看看窗外的蓝天，
的音乐，想想你正在做什么。说好了我们要常常保持联络，可是你却有些些懒惰。希望你会好好照顾自己，别让我太担心。别再为难自己，该出去看看窗外的蓝天。不能做你的情人，但是可以成为一辈子朋友。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希望你会懂。希望你会好好照顾自己，别让我太担心。接下来，哎，哇，我们这个无限融合从来没有出现过 double bass 啊！那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 double bass 卢新明，耶、yeah, ！掌声鼓励鼓励。无限融合阳光。对，当然呢，这个我们除了上半场比较是无限融合为主，丹青帮我们唱歌。那当然下半场我们也希望阳光海岸呢 ，Sunshine Costa 能够的乐手也能跟我们合作。基本上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演奏曲的谱交给他们，然后就叫他们来了就对了。我们花多少时间彩排这首歌，跟大家讲一下。大概我记得那时候是6点的时候，大概6:10吧，对，10分钟。6:10，好。那这谱欧妈妈，而且这个谱上面我们跟大家介绍，因为小吕啊，他觉得这个他自己很帅，好，所以他的谱纸上都有他的脸。你看这人多要脸啊，不是 Trademark 好，基本上就是放了，然后就叫你来预备起开始，好，考试就对了。我们就来听听看，我们今天有 double bass 版本，有卢老师的版本的这曲叫做森林浴。森林浴，对，也希望大家听了这首歌有感觉这个如沐森林浴的感觉，如沐芬多精、啊、如沐芬多精，对对对，希望大家喜欢、嗯、谢谢。
下一首转弯，你可以帮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先解释一下吗？转弯这首歌曲，其实就是转弯，好，知道吗？就是转弯，大家知道，就转一个弯，人生的风景会更美丽。阮丹青的《转弯》，掌声鼓励。好，跟吴先荣和 Sunshine Costa 我们一起。Da da da.
次转弯，却我再次转弯。感动了，这个转弯，耶、yeah, ！我们也转了好几个弯，哎呀！这个转弯的风景太美丽了，真的。Yes。哎，刚刚本来讲是最，忘了跟大家讲是最后一首。准备哇！哇，太棒了、！Professional， 非常专业的，太棒了，专业的粉丝，对，真的好专业。对，等一下前面领便当啊、哦，不是，开玩笑。好的，来就来带来这首 John Lennon 的名曲。对，这首是的，因为我很喜欢他，就是副歌的这个歌词，他写说 ，Imagine you may say I am a dreamer， 意思就是说啊、你可以说我是梦想者，但是我相信我绝对不是唯一的那个 only one。那我希望呢，其实有一天你也可以加入我。那希望这个世界，大家世界最后会合而为一的这样子的观念。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大家做音乐的人啊，我们其实也都是 dreamer、yeah. 我们都是在我们的音乐我们的创作一直很努力很多的热情，所以那我觉得其实大家也都是就是在你们的工作上或是你们喜欢的事情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有梦想，那我希望我们大家的这个梦想都不要停止，还是可以继续下去，那希望我们可以 open 我们的 mind， 我相信
这个真的是虽然是梦想，但是希望最后最后这个世界可以融在一起。我刚刚忘记谢谢，最重要让我们梦想实现的就是在座的每一位观众，谢谢你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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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如果你们今天没有来，那我们这就不叫音乐会了，叫做 rehearsal 彩排，因为你们的出现这就变音乐会了，谢谢你们，谢谢。我们就要做这首 Imagine， 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好，送给在场每一位的朋友。
Eric on percussion. 华州吉他。That's Eric on guitar. Bass 卢新明。That's Wen Wei on drums. That's 吕胜飞 on keyboard. Saxophone 董胜文。That's Ran Danqing on vocal. 谢谢大家。Thank you.